特身穿多元风格衣服，在舞台上展现特色服饰与彩妆。这里可不是什么国际时装周，是新北市树人家商美容科的毕业成果展。成果展主题为原样风采，一起享乐，以异国以及台湾原住民族文化为发想，透过彩妆、法艺、服饰制作、造型设计，展现学生巧思，更将三年所学的功夫发挥淋漓尽致。走秀的服饰全是学生一针一线缝纫而成。这是我制作的排湾族的礼服，最显眼的地方就是这一个，我们加了蕾丝片，然后旁边是那种传统的图腾织带，有桃湖的，还有这里也是使用桃湖，以我们阿美族的图腾去发展。做这套衣服多多少少都很辛苦，还花的很多时间去找这些头饰啊，跟衣服的主要东西。毕业生也有多位非原住民学生，透过设计认识原住民族特色。这次我们的主题是比较不一样的，然后让我就觉得很有趣。一开始他们对原民文化真的不了解，可是透过我们从文献开始慢慢的找，包括图腾还有最主要的文物，到现在完美的呈现。说真的，以高三的导师看这样的表演，尤其又发扬自己的族性，我真的内心非常到现在还是很澎湃。成果展首次于原住民族题材为主题，学生展现出令人惊艳的造型设计及创意，实力也备受肯定。原视新闻，穆拉斯达鲁，新北市树林采访报道。